大家好，相信你最近看到好多人都戴着口罩，然而因为中国武汉出现在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，而让这个新型冠状的病毒具有传染性。现今有疫苗或者是特别有效的药物能够对付严重的病毒，所以目前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，引起各方的关注。截至2020年1月31日，由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，至今已经确诊大约有10000多的病例，而死亡的人数超过了200多起。新加坡也有确诊病例，常见的症状就包括了咳嗽、流鼻水、发烧以及气喘。如果你将从外国回返新加坡，请密切留意自己的健康情况。在回国的2个星期内，假使你有咳嗽、流鼻水或者是发烧的症状，请戴上口罩，并且及时去看医生。求医之前，先致电便诊所。你可以采取以下的预防措施，仍旧包括在：第一，避免接触动物家禽如鸡啊、鸭啊以及鸟类；第二，避免食用生肉或者是含含煮熟的肉类；第三，避开人多的地方，尽量避免与人体不适的人近距离的接触；第四，注意个人的卫生；第五，用反感来洗手，尤其是在吃饭之前或者是做饭前、上厕所之后；第六，在咳嗽或者是打哈欠的时候，常用纸巾来掩垫口鼻；第七，如果感到身体不适，应该马上去看医生。多谢各位。